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酷咖最近做了一个式样的调整。实际上酷咖这款车呢，我算是很熟悉，因为我们 U Car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拥有一台酷咖的公务车。那当时的时空背景呢，大家不太特别讲究 ADAS， 但是呢讲究一些机能上面的配备要很齐全，所以那时候我们选了一个主流的价格，我们选了99.9万，也就是1.5升 EcoBoost 这个182匹动力的这一个车型呢的顶级款。那时候呢99.9万呢，事实上在市场上跟其他同级竞争对手相比呢，动力上面是足够的，大概有一般自然进气2.4升的这种动力的水准。那配备上来讲呢，它有体感尾门，有大的全景的天窗，那光是这两个魅力型的配备呢，就让整台车呢在100万以内呢，它就变成是一个在价格价值上面来讲算是很有竞争力的车款。这一两年呢，国内的消费者对于 ADAS 配备，也就是呢这种先进的安全配备呢的认知度快速提高，大家选车的时候，尤其是选 SUV 级距的时候，对于这方面的要求事实上是非常的高的。那过去呢，酷咖只在比较顶级的动力上面，包括2.0升 TDCI 或者是2.0升240匹马力以上的这一个最顶级车款才会有 ADAS， 但这一次的做了式样调整，把这些配备都下放，而且价格也做了一些跟动。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整个组成，让整个酷咖的产品的编程产生什么样新的变化。如果你要选一台 SUV 呢，尤其是你想要选新世代的 SUV， 你要的是什么？可能你要的是先进的动力，另外呢可能要有好的配备机能，另外就是有 ADAS 配备。其实在今年初呢，福特推出了新世代的 Focus 呢，它的整个科技的亮点是一个称为叫 Co-Pilot 360的这种 Level 2的自动驾驶。事实上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演进而来，而且把这些配备终于最后集大成，变成一个叫 Co-Pilot 360。那这一次呢，酷咖做了式样调整，里面有一个重点是，它把过去呢在182的这个动力等级上面的时尚经典款呢，它直接把它加了 ADAS 之后，称为叫 CP360。那过去的时尚经典款就是我们公务车所选的，一开始99.9万，后来还降价到96.9万。那这个配备呢，事实上很齐全、很丰富，但是就是没有 ADAS 配备。那这一次呢，他们把这个叫 Co-Pilot 360 的 technology， 把这一个可以选择放在酷咖上面的全部都放进来，所以就把这个新车型称为叫 CP360。那 CP360 主要有什么东西呢？有ACC 主动定速巡航，有 ACS 的都会行车防护，那另外呢有车道偏移的警示。那如果你车子呢偏移之后呢，它事实上会有辅助帮你拉回来，但是它不是 Level 2的自动驾驶这种会一直沿着这个整个车道所侦测出来的在中间上面行驶，这个是跟 Level 2半自动驾驶里面最大的差别。那另外它有盲点侦测，还有360的环境影像辅助系统。那这些配备组合起来，我认为价格是亮点，可能价格上面要增加10万的这一种调整上面来讲，它变成99.9万，事实上涨3万块。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另外沟通一个叫做旧换新价，也就是呢如果你想要选择这款车，那你又有旧换新的资格，你只要去选这一款 CP360 定价999的，事实上你只要859.9万就可以买得到了。即便是它现在跟市面上竞争品牌的新世代车款相较，
实际上它在 ADAS 配备上面来讲一点都不逊色哦。那再加上呢，酷咖本来在引擎科技上面来讲，它虽然推出的很早，但是呢，它在引擎科技，它比其他的竞争品牌更早进入所谓的新世代引擎科技，也就是这个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这种引擎。所以它的 1.5 升的动力有182匹马力，哦，它的 2.0 升动力呢，事实上有245匹马力，基本上等于是 3.0 升自然进气的这个动力水准，最顶规的动力。这款车呢，过去都要接近120万，虽然中间有稍微降一点，大概到110万出头。那这一次呢，如果你是要用旧换新的这个价格去入手的话，事实上只要99.9万就可以买得到。所以这一次的酷咖的式样的调整呢，事实上它在市场上走出一条很特殊的路，也就是呢，它善用了原来的优势，不管它有全景天窗，它有电动尾门，哦，前方的这个 Sync 3呢，它很早就开始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而且这个是标配，不需要再另外额外加价。那在这种情况下，把 ADAS 补齐了，即便是对手已经进入下一个世代的产品，但是还能够一价高下，完全不逊色，但是它在价格上面来讲却很优惠，甚至你可以比竞争对手呢少了20万的情况下，买到相同的动力水准、配备水准都很接近。那如果你的价格可以接近到百万，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钱呢放在哪里呢？放在更大的动力，245匹。事实上，这个动力呢，在目前国产的 SUV 或这个西级距的 SUV 里头，事实上是没有一台车可以跟酷咖的这个动力水准比上了。它就变成是一个性能非常强悍、具有操控乐趣的一台 SUV。所以这一次的酷咖的式样调整呢，事实上我认为这一次的跟动，也让这一个酷咖的产品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新意。